要让我当妓女。对啊。没事。你要一次一次跟我讲话。用棒子打我。很紧，要上面都上了。没有到很紧，要紧就好了。我现在也没有穿到最紧，我是最紧的前一个。也有吧，我把冲力都拉过来了，这里还没有人画过。来这边，剩下唯一少数的松松。最后一点点的粉啊，在这里没了。我要稍花左边一点，粉粉粉。没有前进力了，可恶，出来了，滑到没动力了。
左边还有。哎，这里还有。你怎么了？很暗。
哦，很慢。啊？他是谁啊？五个人。什么？五个人，一个人。那傻掉了一个。他被棒棒打到。这个长度你看负两也十五分钟一轮、哦、我的雪板一直在甩，帮忙压压脚架。
视觉暗示，他也在转。我很无聊，就会坐在人家后面就看着别人，然后就有上次是两个年轻男生，然后右边的开始转右脚，就这样不自觉脚这样一直走动，然后后来左边那个就跟着开始左边动。我刚以为他坐五个，吓死我了。他对他想啊，对啊，老师也不管。那是缆车站的管，这个家伙，他们觉得很满意。冲冲雪，那应该超爽的吧？哎、欸，这是不合法路，对不对？不合法、啊，前面翻过橘网子就会进来了。哎、欸，只是我在想，嘿，我们下缆车，嘿，往这边滑，但是它下面那条路是来哪里？什么叫下面？它下面还有一条路。什么叫下面还有一条路？就是说。你看，你说我们平常直直滑，那里还有个右转吗？我不知道那个可不可以下来、欸。哪？等一下哪里？就是往右转的路，还有最下面一层。哪里啊？刚下缆车。会不会这里是可以过来的、啊？我们下了再回头转，就是在这个网子的内侧啊。哦，你说就是拐到这边吗？他们是翻过网子来的，就会转到这里吗？对啊，他从那就过去了。在这里翻过网子就可以进去。这边或者这边的。哦，所以那我刚说的路过来是右边这一条。这个是一条路，这是一条路。那也是过来而已。对，过来而已。没有什么意义。那比较平，比较累。这边平的话，就表示前面陡，先陡再平。我完全看不到对面山。好、啊，这次回头沟。这是右边这一条对吗？对啊，回头这一条。在干嘛？我要可以分开。我走。
等你呀、啊，等你呀、啊，等你呀、啊。右边。跟富良也一样，富良也都花在缆车上。哎，这一个人做到的是等很久的。
下巴冰冰的，我就调了下面的罩，把它盖了三四。很好。现在都蒙起来了。半小时，就看你们两个人了，小鸟。嗯，我都。哎，你为什么到这边都变跑步就比较慢？我反直不到我的脚的站姿或什么的，对、啊，或者我的板子没有打蜡就很不滑。我觉得是。上次有说要交换板子吗？因为他一直觉得我的板子很不滑，我一直跟他说我的板子是比较不滑。有啦，板子越短越不滑，那真的。那你用我的板子只差5公分而已。对啊，不会差太多。我不知道，我已经很远很远开始冲啊，然后就会慢下来。那我有觉得是我的站姿什么的比较。反正就有点摩擦，虽然我觉得我是直的，但还是有摩擦，就这样。对啊，有可能。这两道依序往外刮，已经刮得差不多了。松的雪。那现在轮流，就轮流啊，这次是平队。哦，好哦。就轮流啊。那我们再轮一次，就是一个平队。管还是员工都有全部，因为他主管也是两三年换一个嘛，所以就是不管怎样。
这一区，就自动变成很 nice 很好人。真的，我们好人，因为可能在别的地方很机车，说是很机车来干嘛，然后来这边就听说机车的制度跟上司就会变出机车的人。对，而且这边的老板人好，最上面的老板好，就不知道，但是这个点就很好。然后听说另外一个北一区就是真的还在斗啊。啊，你们在北几？我是北二，就一开始的总行是这一间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每个人来到这边，然后都变得很 nice 的人。然后北一区那边是在斗的，斗，但其实是你是平行的单位，你知道吗？北一北二就是人太多分两区了，人都一直都很多，对啊。对啊，但资产什么的应该差不多吧？你单位那所以北一那边也有放审查？对，都有啊。又吹，他能帮我们吹前进吗？不行。太阳，
是陡的。他说他要去上厕所，他说他想去上厕所。他已经要去了。没有啊，但是他讲完之后还是，好继续。那边停了，上次我们也停了，卡在那。
道是不是刚烧好的，看运气。还是你点那个骗 A 的钱去弄 B 啊什么之类的，那个啊。
就要松了啦。你可以尽量靠左边吼。啊？Thank you.
很臭。空气是很跳，猪洞烤肉味。这里好像比较暖。对啊，我觉得这还好。我刚刚是后面一直很冷。对啊，就风一直灌过来就很冷。